狗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度假村这三天，这条狗就由二位来抚养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临终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。带走，带走。还有，这段不准播。听说你很喜欢小动物，如果有机会让你养宠物，李先生会同意吗？我认为他肯定会同意的。你能不能把那根绳子给我拴好了？你能不能牵着他？万一他跑过来怎么办？你看他多可爱，能不能有点爱心？什么叫没有爱心？我就是……你难道没有怕的东西吗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这样会吓到他的。你要留下他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划分好他的活动范围，他绝对不能踏入我们的生活区域半步。喂，我说话呢，你看什么呢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给我洗澡。你说什么？洗澡。还跟狗抢浴室。咱们不理他，一会儿我们洗澡啊。